来，预备，好，来。可以这样子，有没有怎么样？危险啊！要刚刚是那个体系哦，这个太危险了啦！太危险了！我也觉得好危险啊！你们刚刚不是验收是验收？你们只有学一天呢，一天怎么验收？压制的动作，这样摔，很危险哦！不是，我也看了。心惊胆战，快掉下来！你看他发白了，而且好累。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是在摔跤，哎，是有那个？对，不是这样的，刚刚那个。那是什么 DDT 哦？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很危险，刚刚招手你就可以进来。一开始讲到这样子的时候就要进来，没有人让我们摔完你才跳。没有，我摔成这个样子你才进。因为我刚好换芦庄，说奇怪的。你换芦庄，你从头到尾就穿上。不见了！你到哪里？你又去泡茶？好累啊！你发现了，那我们等一下来验收。验收我们压制的动作，一男一女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你是说我们拍一男一女，然后跟你们的同学做压制，是不是 ？OK。你很懂教练，你处理姐，我听不懂。你处理姐，你问他到。对，哦，是一男一女啊，同学呢，让你们选哦，选对手，我跟你讲啊，选对手我最会，男生我们就派耗子，你看他刚刚把我摔得这么的精彩，他还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吗？你可以，可以，你就选，没事，选小凯，小凯，小凯。看起来很没有杀伤力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教练这样啊，既然是压制嘛，怎么样？你要换人吗？最好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我想就他了。刚刚不是我学那个袈裟吗？对不对？你给他压个十秒，他没有动的话，我们就算赢了。对，我只要取得半胜就赢。对 ，OK， 了解哈。那女生也一样。你啊，你那么久没有了，你要有心来啊，要处理一下。我是，让你选那个女生。好，选一个女生。我跟你讲，你选要选白带比较出街。对啊。啊，这个。对，就现在是认真的最后的验收了。是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刚刚学到这一个请技呢，就是一个袈裟的这个动作。对。那我们这边派出耗子，男子组嘛。对。派耗子。那教练这边呢，派出的小可爱。耗子只要压制小可爱长达十秒，就判定我们获胜。嗯。OK。那十秒内如果小可爱挣脱，那当然就是金明高中获胜嘛。对。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请教练来帮我们做裁判。OK。OK 了。好的。男子组的比赛，请准备哦。你耗子准备好了没有？加紧。OK 了没有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二，喂，不算，这次不算。确实，还没喊开始哦，在公屏就还没开始哎，你就关起来了，偷跑。对啊，而且我们还没有开始压哎，人家还没有开始。裁判要吗？要还没有喊，我杀空米。对，我杀空米会不会啊？然后老师开始喊，我杀空米，就十、九、OK、八，你先抓好八，八才翻 ，OK。八才翻，耗子，我
我跟你讲，你就用力拉，拉到让他七都翻不了，然后就往六努力的压。越压。好，够了。OK。好来，反过来，用力。胯顶住他一下。对他就乱了套，然后耗子也很厉害，他马上转换，他知道他后仰上，他就不让他上。对，但是他现在完全没有上，上不了。真的是很厉害的，真的，哎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翻起来，他也有啊，小可爱，麻烦你躺一下，躺，谢谢，翻起来，来，一样啊，一样哦，我是公民，然后就开始倒数计时哦，阿里边，OK， 对，去个，啊，再给我按，再给我按，我是公民，来去，要开了，一年多，学了一年多，有后悔的时候，因为很辛苦，训练很辛苦，但是没有后悔过。那你觉得这一年多下来，自己改变最多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以前可能觉得很爱玩的，然后就是你当你到这边，你就觉得你没有专注的做这件事情。会整个静下来，有目标的，好像是忍这个字一样，整个都静下来。而且他们很尊重这个道理，很尊重彼此，很尊重对方，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嘛。是，对，没有错。那教练最后可不可以，对着我们电视机，然后跟那个很想学柔道的讲解？那当然，柔道是其实对于一般人的防身，防身是非常好的。对，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你觉得哎，你是一个可造之材，可以到高中、大学，然后继续往上面去发展，对，学习到最后，如果可以，你可以去贵国争光。是，对，让世界看到台湾，对，像杨永伟这样。当然了，呼吁了这个爱运动还有爱柔道的朋友，在家里不要自己练啊，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这个道场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对不对？一起来训练这样。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教练，不客气，谢谢。